不是，这放那么多天假就在家躺着呀？嗯，不是，那你要干嘛呀？那人家都出去旅游了，那我们家不能出去玩吗？何永思，你作业写完了吗？写了呀。何永清，你呢？我姐非得逼着我来。不是，现在出去玩哪哪都堵车，哪里都是人，你上哪玩呀？那远的不能去，那近的不能去吗？不是，你说咱们今年要攒钱买房吗？你出去玩不要钱吗？那我们可以不花家里钱啊，我们自己有零花钱啊。有人给行，那咱去最近的地方玩好吧。哦，来，大家跟着我走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嘉里淌风景区炸床头山。我们这个床头山呢，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床头吵架床尾和。来，大家顺着我的手的方向看过来，这里呢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风景区窗外风景区。这里的风景呢是我们国家最好看的地方。我们逛了一圈大家都饿了是吧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厨房美食街，想吃啥你们说。我们这里的特点呢就是有啥吃啥，不能点餐。后面呢不要掉队哈，我们吃饱喝足了呢，是不是要洗个澡最舒服啊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全球顶尖技术的淋浴大温泉，冷热可调节，满足你的各种需求。来，我们现在往这边看，这里呢是非常有名的马桶瀑布。这个马桶瀑布呢始于公元前1596年，距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参观完咱们今天的马桶瀑布呢，今天咱们的家庭一日游也就接近尾声了。在此呢也祝大家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工作顺利。哎呦我的妈呀。